上回来那哥告诉我们说，放个七八天，那片站上就不疼，但是可以。不着急。医生来了。咋样啊？你那脚还有吗？我说啊，还是老样。一个没下去吗？嗯呐。你太顽固了，你说我挣一点钱，你说容不容易？我也闹心呐，我也让他赶紧好啊。还是我给他整吧。好像越来越多了呢。这儿问题泡药了吗？泡着呢，天天泡呢。嗯。天天泡着呢。好的地方就泡的快破皮了，你碰着。坏的地方还没泡上，还没泡好。对呀。你这是啥？哎呀，拉倒吧。上班了吗？就。这么长时间都没上班啊？我这一大年，总共上了70多天班。哎呀，上班也开工资不也挺好？开工资。干点别的呗。我操！我镜头偏离了个鸟了。外边干了吗？那小子干了没过两天，工艺挺干净。啊，也没耽误啊！你看现在都不耽误了，咋不干呢？不耽误是不耽误，他那个有一个是啥呢？他就是美团儿，外卖他有一个那个。专职吗？啊，兼职。没有一起，他就属于兼职吗？人家专职就是说，人家送过来的一个情况下，就平台就给你强制下线，不用你。他非把这个年终皮儿准。人家要是专职送的多的话，送过来的情况下就强制你下线的。那摩托车钱也没挣过呀。